这个角球啊，干脆是通过中场来进行过渡，转移到了另一边。吴兴涵的传中在对方脚面上蹭起来，结果二点击过来了。守门员杨成的出击居然扑空，把整扇空门全都交给了郝俊敏，1-0。后卫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失误，实际上这个球特尔德利被干扰争起来之后呢，很高很飘，后卫也能处理，守门员也能处理。对，结果两人呢可能一呼应，后卫想掩护给杨成，杨成出来的时候呢又有点犹豫后晚了，再加上郝俊敏很聪明，倚住我的身体，倚不住我绕过来那条腿，是，他是绕前，把球硬生生给勾走了，经验非常丰富。来看一下慢镜头，吴兴涵的传中呢，在对方脚面上蹭起来，禁区中央，就像老刘所分析的一样，那塔尔德利头球顶了个直上直下，结果呢，守门员出击，跟自己的后卫金周荣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稍差。金周荣呢是看着守门员出来呢，我就帮着挡人，挡晚了。哎，他甚至说刚才挡人呢。